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鱼豆。被学长炸坏的房子终于修好了，学长这个罪魁祸首居然也不给我好好补，哎，还得是靠我自己啊。房子旁边的爆爆蛋也得及时清理一下，要不然再给我房子炸了，我的小心脏可受不了了。我太难了，大家来我家看看吧，我的鱼塘现在也开始营业了。哎呀，没人家养鱼了，我来了我来了啊。学长你先上，我先上。你们又有什么阴谋？是不是觊觎我的鱼呢？怎么可能呢，我不是那样的人吗？我就问问你，你买面包不？不买，我自己有的是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打工，你送我两条鱼怎么样？我不需要，你们赶紧离我家鱼远点。这么无情的吗？江叔，看来咱们只能用蜜语交流了。你们当我瞎是不是？把我当成反派了是不是？嗯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怎么好像有人骂我呢？不管了，学长，咱们直接上。上上上！啊，我头卡住了！救命啊，我头卡鱼缸里了！活该，让你偷我鱼！哎呀，谢谢九儿美人啊，我出来了。今日我将叔准备乔装打扮一番啊。那我也乔装打扮一下吧，你看我怎么样，姐姐？妹妹，我们去找鱼豆三妹吧。三妹，哎，你们身后有爆爆蛋！啊！为什么炸的？他又是我家呀！九儿美人，咱们玩游戏怎么样？我们四个变装啊，你在看不见我们名字的情况下，猜猜我们是谁，好吧？行啊，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个又搞什么幺蛾子。来来，我不来了啊，快猜猜我们是谁啊？猜中有奖励啊！哎哎，你们是人吗？这都？趁他认不出来，赶紧偷东西！住手！认不出来我就全打！来，咱们排排好队形，让每一个人猜一下啊，看看他能猜出来不？这个肯定是僵尸，我逮着你了。哎，美人，你是不是偷看了？要不然你怎么能猜出哪个是我呢？我可没偷看，好吧，我眼神好着呢。那个趴着的，一看就是反派，反派最喜欢趴着了。一看趴着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别，我可受不起这大礼。